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汉堡翔。好，今天又来到了阿翔盆栽。好，今天来一株山柏，好，给大家看。好，泡水了，那我先用一颗起来给大家看。哇，哇，洗下坑，啊，起来一颗，啊，一半一半，啊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这是泥炭土跟那个饲育土，啊，开始了。先铺底，好，坑是放射性的，压死，好，我们压死它，固定起来，哇，不错，然后再来第二颗。一半一半，哇！哇！哇！等一下，哇，根的，好漂亮，漂亮。其实这样蛮有成就的，各位。对啊，很有成就啊。成就的，哇，这种感觉啦，蛮有成就感的。哦，哎，各位猜看这是什么做的？哦，这是咖啡罐做的，然后彩瓶。对呀，哎，好吧，剪掉。这还有机会。哇，看好漂亮根啊，漂亮根啊。好，移株起来，我再种新的。
成功率还可以接受了。嗯，遗珠啊，换家，换个新家给他住。嗯，哎呀，我来补下土。哇，六点了，各位。好。哦，以上是啊，各位看到的。哦，我在遗珠啊，真博有2、4、6、8、10、11加那颗12颗。那我会再重新再种一轮，我看看啊，秋天可不可以活，是不是一个哦很好插的季节，很好插的我就设定秋天跟春天。好，那好，在此我顺便啊移注一下那个杜松。这里，哦，我要把移株过来。因为我把要移株小盆了，小盆那个培养，因为太大颗了，顺便，哇。哇，看，哇，这这么长，你看，这么长，这我要修一下根了，太长了。好，因为土还够了，顺便做移植一下。我三颗了，因为不移植的话，它会长到渐渐的长大嘞。嗯，看这么漂亮啊，剪下根哦。其实那个真博是最难的，成功率不会很高。我这用是那个泥炭土跟那个赤玉土啊混合一下，
把它压死了。因为我还要种新的了。啊，种新的，哇，很多颗，你看，哇，剪一下。哇，各位，今天主角是那个哦，占卜。啊，那我是顺便，趁着机会，移转那个杜松。这个有诀窍了，就是你用我用沙土的话，土尽量不要湿掉，你几乎每天的话必须浇一次水，必须浇一次水，它就很好。哎呀，看有没有常绿呀、啊，还是它黄掉了？黄掉都是失败的。哎呀，好了。补下土，好了，就这样。今天的影片到结束喽。如果有喜欢的话，请来订阅汉堡祥 TV。阿翔，好的盆栽，好的盆栽，记得按赞按分享，可以留言哦，然后我还会再尝试新的啦，新的培养方式，对。今天影片到结束喽，最后一样，照顾这些插根的话，就是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的照顾，它就会茁壮起来，看来不错，哇，还有24，还有这盆栽还有15个，今天影片到结束，如果大家有喜欢了，真的你喜欢了，请订阅。订阅哦，按赞按分享哦，记得把铃铛打开哦，那就拜拜。